家狗子脚上的伤口比较大，触目惊心，所以就不拍出来了。有的朋友说，哎呦，你家狗子的脚受伤了，你也不包扎一下，上点药。我没拍出来呢，你看不见，并不代表我没做。我自己的狗子我会照顾好的，多谢你们的关心。你睡吧，我去捡板栗了。你也去啊？嗯。这里捡点板栗，看一下有没有。这里有两颗，这里有一球，里面有三颗，挺大一颗的。这一颗大，哦，这个被虫吃了，这个也被虫吃了。哇，这是个毒板栗，很大一颗。因为这板栗才刚开始落，所以这地上比较少。哇塞，这一颗也大。看这板栗树非常大一棵，这边也有一棵板栗，也是很大一棵。油板栗比较大个，看，很大一颗的。这颗板栗还没怎么落，用这个竹竿敲点下来。敲了一些下来，看，漂漂亮亮的。现在把板栗拨出来，非常香，非常好吃。看，收获这么多，
好了，回家。